嘎恰诺和 GIS 的剧场版的第一弹入场特点今天公布了，内容呢是五张特殊的卡牌，第一张是单独的 GIS 卡牌，第二张是 GIS 和 嘎恰诺 EX 等级的卡牌，第三张是特殊设计的 HOPE 81，是站在甜蜜形态的 GIS 头上的样子，还是挺可爱的。第四张这个不知道什么，估计在剧场版中会出现吧。最后一张是 EX 等级的特殊卡牌 Close Wizard， 周围呢是甜蜜形态的 Tycoon、 Nago 和 Buff， 都是 Q 版形态，非常可爱。那这个特点呢，全国30万份，饭碗为止，所以说想要的各位还记得早点去订阅。